甚是。我家老爷京城有人撑腰，还怕他作甚？我与京城那位老爷那是患难之交，不能什么事都麻烦人家。我看此事暂且搁置，等查清楚这个爱风的底细再说。徐老爷，那我就先行告退，耿彪那边我自会关照。那就有劳杨老弟了。你是真敢打呀？我有什么不敢打的？难道你不怕我家老爷？我真的好怕哟。我告诉你，我家老爷后台很硬，你惹不起。你打了我的屁股，那就是打了我们家老爷的脸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说的都对。哎，那你们家老爷的脸还疼吗？杀人偿命，国法使然。我管他们，你们家老爷的脸还是屁股，屁股还是脸的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大人，怎可擅动私刑啊？你这个人，你不是跟我一伙的吗？大人，为官之人当秉公执法，不可与那山贼一般行径啊。山贼怎么了？只要他善良，为人正直，不欺瞒百姓，不鱼肉乡里，他就是好人。再看看你们这些做官的，官商勾结，沆瀣一气，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我呸！我再呸！大人，大人说的如此大义凛然，有本事去把那匪患根除，还百姓一个安生。有匪患吗？大人前来赴任，难道不知我高衙县多年遭受匪患，来往客商多被劫财害命，百姓怨声载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来这里就是处理这件事的。对对，大人，咱们现在就商议一下剿匪的议程。终于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不自量力呀、啊！关你屁事啊！这个天色也不早了啊。关于剿匪一事，我会提上日程的啊。那个，我先撤了。吓跑了吧？关你屁事！哼！剿匪。风雷，你给我等着。没想到这个艾大人还挺正派。不过总感觉有股子匪气。有吗？有啊，不过不关我的事哈，我倒是觉得杨凌好帅好帅的。你花痴啊？是啊，扑随主相呗。说什么呢你？反正我要是能嫁给杨林的话，那也是不错的。总感觉这个县令有点眼熟，到底在哪儿见过呢？你们刚才偷看我撒尿，这得加钱。我想起来了，
教书的那个大当家。干什么的？我是县令，你们敢拦我，让开！浮生太短，路太